妖兽卡 Bosco 黄宗泽扮女人骚味十足，行仔化身火辣女警，网民笑到喷饭。绿绿艺人黄宗泽 Bosco 是女生们心目中的男神，在《溏心风暴三》里的角色坏坏的，让人又爱又恨。虽然 Bosco 帅气又有型，但他却在扮女人的动作上骚味十足。早日 Bosco 在自己的社交网 IG 上载了多张以不同女性打扮造型照，除了必有的短发红唇女，还有粉红翘翘娃，最厉害的是化身为火辣女警，配上她看起来正经却又搞笑的表情，令网民大笑。Bosco 还在留言问网友最喜欢哪一位女性打扮，上一次问的是军装，这次问的是女装，多年来我穿过的女装你们最喜欢哪一套。不少网友留言大赞 Bosco 好性女，尤其是女警造型都可以出道做女星，认真搞笑。